一部随之夫人到无私活之，我也令我送水来了。哦，送水，记住了。等一等，我把好酒磨好了再喝。哎，好像也来了。好，上客欢快一样。好像也都给您磨好了。啊，我给您磨得不错吧，好饺子。两元的女亲杀红了脸，吃啥的头冠冰，棒棒根讨人样，哪有饭回到了城中皇帝，出火换宝弹的闯王哥哥一了做做你们警探打大仗，今日这一仗不小了吗？敢生，刚才这一仗官兵的人马犹如潮水般险些把我们包围起来。是您呐，把闯王大旗怎么一摇，我们一身精神百倍，杀的官兵望风而逃。好将爷，您真不愧叫好摇旗。好将爷，本来是骁勇善战。传说的本领本来就得好嘛。这不算什么，有一日咱李军杀上朝廷，将皇帝老官的脑袋砍下来当囚徒，哎，那才算本领呢。王小军，哎，怎么你受伤了？哪儿啊？没留神让蚊子给叮了一口。哎，讲得好，咱老子打了十年仗，叫蚊子叮了这里。这里不就十几处吹口泡沫，抹上一抹，再揉上一揉，哎，有他娘的好了啊！不要笑，闯王到了，规矩些，规矩些。
为困重重，洪大人
以上天好生之臣，将皇门臣逐出归降，连遭杀戮，主人曾经不顺，长心不离绝唐，再若执迷不悟，既然举世之臣，何时发生矣？弟子曾经真知真言，只问苍生且桃源，生死逃逸是不分万岂能干，而叹来几年一起昏君万年的人，提起真诚无法重返，我必自沉，一定要留得乾坤转，狂妄起一无他人，真诚我的心不甘，二真三章来顶翻，来来来来别去到我来，来收官。成啊，我的好表弟，你听我跟你说，咱们十三家七十二营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到如今还不是烟消云散，如今你已经身陷重围，面临绝境，以我相劝，你还是弃暗投明的为好，你要是弃暗投明，我愿人头当叛臣，人头留下，军法从此。是啊，民不是臣。将军，皇爷是一般的主仆，如今是洪大人派你来是参观，你们的军法用不到他的人头上。啊！你再敢多言，我先宰了你。是吗？军真战不战来时，回去叫一红尘臣按皇皇的军顶天立地之人不可以。我这个刘大人，刘大人，快！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今日同赴京城口告
一起手牵万个你的屋里决定是万不为首，我恨你临战前娶个儿子怎可能心白娶妻为何求到无尽咱美的天下不走走将此重任让一番承担。
圣众，不知三公天万万不活。是侄啊，乃将你。Thank you.
不愧老尹长官，有人杀害人，
奎因率领一老营忠臣卫卒刘方良引三百精兵前面开路，高义光带领二百精兵断后，四军齐奋杀向东南。第二队由我自行率领，四军齐奋两路同围。两光子大旗，应受于我，也好引诱敌人。这大旗们，可也可为引起敌攻，我用也罢，总为将领。哇破围，倘若火力之臣战死军前，你等就推刘宗明执掌狂妄旗。倘若宗明阵亡，你等就另推狂妄。狂妄大气不可挡，定要推翻大明朝。百变创王旗分兵突围。Thank you.
逃往南苑兵败，全军溃散。那的李闯王爷，闯王爷下落不明，高夫人死难南苑。哎，倘若那李闯王不真惨遭不测，叫我们穷苦百姓有何指望？杜老伯，杜上马匹匆忙，臣服飞扬，两支官军就将我们杜家寨而来。哦，怎么？那官军一月之间四次血迹上落山，他又来了。你们可曾看见他们有多少人马？他们是什么旗号？二十余骑，并无旗号。不，并无旗号。或许不是官军。大家不要走远，随我去至那僵尸窟之内，干彼此再说道理。王爷外担心啊！
Thank you.
神仙带领那风云聚会，回味走啊Thank you.
Woo!
你倒死也不是啊。
启禀夫人，有你大夫通求见。大夫到此何事？夫人一问天，是是有请大夫。是有请大夫通。来人！出家在华云街时有缘人，贫道几首，教师父免礼。无量佛，夫人，这不是你当下的亲弟王小西吗？哎，你真是著名的卡通双大师相啊！你真是好眼力啊，为我倒装打扮。今天三彩任其望张罗谈事，至今大业不归，是他自己前来命大元三罗回倒空打扮。启禀夫人，有人请。我随师傅随游过东桥山、熊耳山，这焦山到山路山，大小山路全都走遍。此番前去，越过关卡，进入山路，传书送信，易如反掌。此来向夫人请命。你有此胆量？有此胆量。若遇官军搜查，毁掉书信，一死相拼。人人望眼欲穿，国富
愿三方宽心，不见闯王却信，我愿当军令。你即是启程，即刻启程。哪万藏在何处？藏在法纪之内。多多珍重，需要辞条，请君放心吧，我告辞了。何人路，绝不让他进军三
绝不让他与君丧了。哦哦哦，夫人弟，我怎杨公从官不成？正是此意。哎呀，夫人呐、啊，南端突围到此地，金兵只有二十多骑，要不闯潼关，谈何意？可地之身，贵在出奇。请问夫人有何妙？且看我布一阵声东击西，潼关城早已是风声鹤唳。看今日大放巨火，四面阵地，令我陈家豪侄闯王旗。闯王旗，只是旗旗的旗在哪里？回音回背举旗。率领人马攻打潼关，夫人多多保重。且慢，我与贤弟一同前往。不走，夫人也要前去的吗？哎呀，夫人呐、啊！要第十三攻打潼关，今人拖住何人龙？夫人身受重伤，要潼关老尹，何须亲自前往？官军言道，船亡阵亡，定然是扰乱民心，倒我一死，分明是冒功求伤。今日里船亡旗飘扬在潼关城下，我高贵英立马两军阵前，官叫那何人落，不敢引军伤落，中原父老兄弟一家愁欢。为辽地分三岁万分，不辞南端一战，夫人身受重伤，辽地我已无颜见得船亡，此番两军阵前，一众我方，万一夫人再有不测，叫小弟有何面貌在见皇上？夫人记不得。Thank you.
什么疯狂一气浪，舍死亡身抱疮亡，醉戏饮鞭多商量，换得嫂嫂我多出声。嫂嫂要敌我从未见过你这样的骨质。贤弟，你就叫为嫂的骨质这一次吧。刘三亮，贤弟，在。你我刘氏七成本王空管，还要悬一命，身材相貌与闯王相似的军事，反作闯王模样，离过冠军，速速背叛，不得有误。遵命。Yeah.
坤，保重一地，流传三路，镇上有几公牛，风光有胆机之欢，此番大人不平三路，既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说什么马到成功，那林子成黄宇一般流口，天成南传一难，洪子泰与孙福泰精兵数万，打得天传地震乱，还是为他突围进而扔去。东南之臣那里传也是进贡之粮，鲁王之意，相去天大传能成关山，成取山路，正好胡入阳去，走到我心来。啊，将军，决胜之才，为将军不了一卦，明日出兵，大吉大利。哎，不错不错，将军此番出兵，一定是杀敌灭寇，竟敢取得大获全胜，此乃是天子将军定见其功。怎么讲？定见其功啊！哈哈哈哈哈哈！我的意思，大明之臣，乃是某少国家的败将相。今日吃兵三路，祸是祸多，祸是正寒，进不通，二攻可望，也就是了。哎呀呀，痛快淋漓呀！哎呀，大将的威风啊！也得起，请二位大人嘱托。大路军情起来讲，大人用阿弟，烈火冲天，一片红，大破成风，一里营，破庄乱，杀士生。开仓放阵，救佛地，创制大旗，招之而起。声声要打，潼关城。那李闯活在其中，吴伯拉、何家茂有人亲近李自成。现在城东西里营放了这多少人马，何爷之间看不胜心，哼，保不持不平，大家吹大堂。是，说来。哎，传令下去，我主将士立刻上官，都奔我不能去，两公一走，唯有我的将领不准吃过金山再一看。哎，不臣，伤我至此，又重出官堂，未闻报警之声，难道说哪里狂从天上飞来？不臣，李自成真是用心之神，琢磨不定呐！啊，大人，今日还要吃兵三路，我将要回心料理诸路去了。况且兵临城下，岂可再去三路？此乃东都大人之命，怎敢违抗？如今形势要变。再问道，上阵长平，再说道理。有你大人，烦请二位好
之臣，只属合同我兵。要跑南元恨，要战潼关恨。今日来归顺，一年一次恨。恨哇人太深，必要你命，决一生破烂。大家伙将军，此乃你闯一枪之法，若中他人之计，潼关天险，一打就是三枪怪罪，哪还了得？以大人之见，你我一同上阵，以防不测。什么？一同投诚？是啊，投诚要进攻三路，暂缓前去。上官司怪我下官承担。好，那我就不去上路了。潼关取敌，那就兵。此李自成之所以，为李自不成。东门是啊，哎呀，这天子我是好啊！不要如此慌乱，我有我的将令，我准吃官迎战，为民承担。Thank you.
共与同舟共赴黄泉。
心中。同门的好同听那
兵全军奋，早起床王问军心。啊，他不好呀，我提示你逃不了。王王，昨天征战不离分，知人知面不分之心，患难中他拉头人火把。军阀难从，这不义之人王王。骁骑鲁莽犯军令，观念多年共死身，日何发落心神神，万万狂马战。莫道他不辞而去，我不是我，不能容忍。你是臣吗？你是臣？是臣歹人，不能为其所行，将来痛死。将一身做埋伏的人马，风风尘灰，不发财。好消息，万万不易，难道就这样将他放逃不成？上行下效，军纪也划分，如此处置，岂能众将不服？暗示他不去投敌，就战士他刀兵相个起来。看我刀兵相敌，恩情一断，岂不是天下一人之必吗？
要贪图富贵，先论敌人吗？一手一头一地不上，一个，一，一，你把咱砍塌了啊！不难收，拉走这马，不许砍塌了啊！Ah!
问你，你关心哪人你我身旁跟我换到处有相拥你的团家当儿来令人公道，臣家光。光义还是为你私奔娘，同你好日不晚。
我死也不走了。众家弟兄都在城里，况你身为将领，岂肯失身于部下？你此去湖南，既可以坚持官兵，又能解我张罗之危。到城那里，如不得已，即刻回来，你我弟兄只有团聚之恩。只是小弟对不起你呀、啊，请陛下。
越过连城，你我的船只。
就是我与刘家便断将一计，难道伤我悔之？不能。刘贤弟，替我传令，人不应按马不听信，日夜兼程，本望商洛山与船旁会师。我命弟兄们，夫人有令，日夜兼程，本望商洛山与船旁会师去的。Thank you.
来，你看，要杀敌就杀。
为嫂的是不管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定会耽误。